那今天带来这首《处于恋人》，所以我刚在后台想说，就是为什么要选择，最后来发现好像没有什么特别原因，就是很想唱而已，而且就是蛮喜欢他的歌词，就而且对，就是他的就蛮有趣的，他是处于是 left over 嘛，然后他加了一个 L 变 left lover， 就是觉得蛮有趣的，差不多就这样，然后就找了玉明老师来陪我，就是一起弄这首歌这样。准备开始。谢谢大家。